周五005英足总利物浦 vs 埃弗顿。利物浦上周末联赛客场以2-1力克伯恩利，球队近期联赛豪取三连胜，而且三场比赛中共取得9个进球，各项赛事已经连续16场不败，走势十分稳健。而埃弗顿上周末联赛主场0-2不敌豪门曼联，已经吞下两连败，四场比赛期间仅仅打进一个进球，状态明显下滑。亚坛为本场比赛开出一球球半中水的让步，后市盘面变化不大。利物浦最近四次面对埃弗顿不败且赢足三场，交锋优势不少，本轮利物浦有望能够全取三分。周五006英足总曼彻斯特联 VS 德比郡。曼彻斯特联最近饱受伤病困扰，而且球队最近的状态也是明显的下滑，最近的五场比赛仅在上一场主场赢得埃弗顿。而德比郡本赛季在联赛战绩非常出色，球队目前在英冠联赛第二的位置，而且最近的十场比赛才仅仅输掉一场，此番交手德比郡绝不会让人宰割。亚坛开出主让球半两球，后市升至两球盘。德比郡本赛季客场战绩也不弱，对手是强敌红魔，想要取胜难度固然很大，不过让两球的情况下有机会不败。来源：好彩电彩票 HCD310， 大力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。